工作繁忙，外出的机会比较多，压力也很大，需要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，事业上行动力强，并展示出自己的竞争优势。不过可能比较容易冲动，与伴侣之间有压力，需要多一些空间。月亮来到白羊座，并三分火星，情绪比较容易激动，发脾气也会给自己找一个借口，内心渴望马上开始展开行动，竞争意识强烈。金星在水瓶座，四分火星，爱情可能有挫折，挣扎也比较多。水星与海王的合相则在沟通的时候具有同理心，但比较容易表达不清楚。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